姑娘，需要帮忙吗？我车。怎么了？什么毛病啊？何欣。好巧啊。鱼呢？怎么了？我变化那么大吗？不认识我了？不是，你减肥了是吧？瘦了好多哎。现在不流行瘦吗？不是，这也不能这么瘦啊，我都认不出来你了。你也帅了呀。是吗？没有吧，还那样。你来这吃饭吗？吃饭。你车坏了？我开不了了。哦，你帮我看看。我瞧一眼。这是，哦，我看一眼仪表盘啊。绝了，吃吧。吃啊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转眼三年没见了。还真是，瞧这家都改素食了。你看看我。啊，看着呢，怎么了？我是不是老了好多？还成。什么叫还成啊？你看看你，还是这么不会聊天。是吗？不好意思，一点变化都没有，对不住你啊。哎，你怎么样啊？还在派出所吗？啊，离职了。真的？嗯。怎么回事啊？嗨，没怎么回事，换工作呗。你接啊？我这都是广告电话。那个，哎，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？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人的活送到死是吧？换个环境，换个心情。可是我记得你那会儿跟我说，你什么都不想做，就想做警察。是。可是我看你现在状态挺好的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工作了？瞎混。哎，你多吃点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哎。何欣，你都趴了半天了，能不能起来说句话？你再不起来，我走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怎么不吃啊？你不是最喜欢吃这虾吗？我不喜欢吃这个。我知道你喜欢。我不喜欢吃，我从来就不喜欢吃。你一直很爱吃啊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你最喜欢吃这个。你别播了。我怎么着也不相信，你是那种愿意坐在宝马里哭，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女人。你一点都不懂女人。好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你愿意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就是什么样的人，可以了吗？
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吗？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们俩根本就不是同类的人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不想吵着说再见。你走吧。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宝贝儿，你这怎么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呀？我这手忙脚乱的。哎呦，我今儿不能跟你去吃饭了，我这临时出了点状况。我妈心脏病又住医院了，我在医院照顾她呢。别别别，你别等我，我今儿真跟你吃不了饭了。啊，咱下次吧。啊，过两天我约你，等我妈好了点，我约你。行行行，都是我的错，啊！行行行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那个医生叫我了啊。好，好，再见啊。哎，什么人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等我。没事，你赶紧吃吧，都凉了。咱们刚才说到哪来着？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呢？在一物业公司。真的假的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可不像是物业公司的。我现在什么样子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真的。那倒也是，你从来没骗过我。是哪个小区啊？能请得起你这么高素质的人？别逗了，算什么高素质啊？我就是一没本事的人。何西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呀？我怪你什么呀？其实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没本事的人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么好的人，这么好的条件，你当警察实在太大材小用了。我算什么大才呀？嗨，哎，你赶紧吃啊！啊，一点都不吃啊！我吃。何心，你还没结婚呢吧？没了，你结了？我也没结，我还单着呢。你了。行了，你就别讽刺我了。我没结婚。一直没结婚呢。来了你，啊！我明白了，你打的电话，你叫我挪的车是吗？哎呀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还能怪我呀？真有你的，有事儿啊？
没事儿，哎，一起吃个饭吧。我在班上呢，去不了。上班也不能饿肚子呀。不是，我今天啊特别的忙，要不咱改天行吗？不行，就今儿吧。咱们就去那附近那家烧虾师，那儿上菜快，咱们吃完就走，不耽误你时间。烧虾师？怎么了？你忘了？以前我们俩总去那儿吃，我特别爱吃那儿的小龙虾，每次你都给我剥满满一大盘子的龙虾肉。哎，记得记得，手就是跟那儿分的，我记得。何心，我知道，你还在怪着我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你别想多了。何心，就算你恨我，我也能理解。我知道是我不对，其实我也特别后悔。我知道我那个时候伤害了你。没有的事儿，你说什么呢？真没有，于娜，想多了。过去了，别想那么多，你别瞎想。你看你这样干嘛呀？别想，别想了啊！我也想过去，可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折磨人了。何心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想去找你，我想跟你说，何心，忘掉以前的事情，让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我其实一直都没忘了你，可是我不敢去找你。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怪我，我怕我找了你，你会更难受。那你现在怎么来找我了？这会儿就不怕我难受了啊？我怕你难受啊，我不敢找你。可是我知道，如果我今天不再来找你，我以后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。不是，君娜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这事儿咱甭聊了，真的甭聊了，时过境迁了，我觉得现在都挺好。你何心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们和好吧。君娜，你吓着我了。不是，你别这样成吗？你撒手。我不撒。我还一直爱着你，我这几天晚上一直都睡不着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。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娜，你冷静啊，你听我说。咱们俩毕竟已经分开三年了，没有联系过，对吧？你现在突然跟我说这个，我觉得确实有点可笑，你不觉着吗？是分手三年了，可这三年里我一直都没有忘了你。这三年我一直是一个人，不是我找不到，是因为我心里还有你。何心，我还爱着你。不是，李娜，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。我有女朋友，而且我们俩特别好，感情很深，她很爱我，我也很爱他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啊，是这样，你呀，你跟车里先冷静冷静，啊，我确实是他们等着我呢，啊，回头再聊吧。